开始。首先在机器上这个地柱上把这个头托盘头这个线头拔掉，然后要选择你要放的那个电机，打个比方这个电机先要把这个螺丝拆掉，拆掉这个螺丝，拔掉这个线头，然后把这个螺丝也拆掉，然后拉出弹簧，把这个卡扣用螺丝刀往下面拔一下，这个电机可以拿出来了，就这样，可以就放掉了，然后把好的装上去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